你们说，哪怕天空不作美，也同样感受到了米尔福德的震撼。而我认为他阴郁下的美，是因为你们此刻的笑容阳光。纵使格林诺奇山水般的风景像童话一般，也不及我们的氛围足以让我感受到了旅行的意义。新西兰南岛最美的黄鹤镇周边，我把我们这几天浓缩成了十几分钟的影片，来带你们看看，是不是因为你们给这里加了更美的滤镜。我们最开始就是要去格林诺奇这个小镇徒步，从黄鹤镇出发的话，大概45分钟的车程就可以到达，当然不算路上停留的时间。而我们经常被路上的一些风景所吸引。现在我们在一个湖边，在去格兰诺奇小镇的路上，那里被称为世界童话的入口，还是什么童话镇的入口啊？不啦不啦不啦，让我们过去看一眼。这里就是被称为童话世界的小镇格兰诺奇。Hello， 我们现在去走一条叫 Lagoon Track 的徒步路线。我们就是围着这个湖转一圈。这里就是这条徒步路线的开始，大概走一圈就1到2个小时回来。Go go go！ 这条徒步路线从小镇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出发到达。小镇有一些简单的餐厅跟酒吧，比较安静，还比较真实。我觉得下次我再来这里的话，我会选择住在这里更多过于皇后镇。落地第一时间感觉到皇后镇还是一个比较热闹的小镇，户外的活动项目都比较多。好漂亮的一条路。这个就是格兰诺奇湖，这边我们徒步转一圈中间的位置。我们住的那个民宿定的特别漂亮，可以整个看到皇后镇外的湖啊，还有山的那个外景。明天还有一天的任务，去米尔福德峡湾。现在大家在做饭，看我们的大厨。大厨和二厨。都是大厨。现在在剥当地的玉米。有玉米，新西兰的当地玉米。你先得把啤酒放冰箱。放完了。哦，这么棒。还有去昨天的啤酒。明天从我们这个皇后镇到米尔福德峡湾。要开车3个小时50分钟啊，对，3个小时40分钟吧。明天，对，然后咱们往返大概得7个小时。那就跟大伙儿今天早休息早起。皇后镇去米尔福德峡湾看上去如此近的距离，它只有一条路。 Google Map 导航显示需要差不多将近4个小时，但通常你会想要加15%左右的时间，并且距离峡湾最近的小镇是 Tiano 这个地方，那里的住宿特别特别少，如果你人多的话几乎是订不到的。这就形成了在订不到住宿的情况下，你抛去露营这个选择的话，你只有2个选择，一就是乘坐飞机，那么会近很多，但是它的问题是天气不好的话就经常会停飞，影响你的计划。第二就是像我们一样开车当天往返，就是这一天会非常的辛苦。所以明天早走。对呀、啊、大海给我拍照来。这家伙拍我了。吃完饭喝完酒，这个浪货在这洗澡。哇、哦，你还举着白葡萄酒，快，我泼你！哎、我换个杯啊，这酒洒浴缸里了。转天一早，我们就从皇后镇的住宿出发了，开启了全程旅途中最长的一天。大概开了1个多小时，就开始看到远方的云开始密集还有凝聚起来，然后距离目的地越近，天上的云就越厚重。这个时候我们想也没有多想，觉得气候的变化那么快，就算哪怕下雨也会很快放晴的。结果真的下起了雨，就是没有很快放晴。哦，我们现在距离那个米尔福德峡湾还有差不多1个半小时，但是外面的雨越下越大，不知道等一下能不能看到那个峡湾。我认为能，是吗？都会不会有奇迹呢？我们到那儿就云开雾散了。大概如此吧。刚才一路上什么都看不到，现在能见度稍微好一点了。别把我那个雾气蒙蒙。我夏天，我想穿我那红的鱼，我想出去。能不能看到峡湾呢？能，一定能。我们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峡湾，晴天有晴天的美。
天有雨天的意蕴。我要下车。我的天哪！朱姐真是为了拍照拼了命了，拼了老命，太拼命了。不要感冒。没事儿，那个我穿的那个大海的那个防雨的衣，而且又挡风又遮雨。你呢？走。穿林海，跨雪。疯了！给他视频，给他视频。这是上路的了。啊，家伙！把我衣服弄干了再上来。流了，流了。你脸露了，给他露了一个。这叫我们虽然脸上有皱纹，但是心里还是童真的。现在还有30分钟到这个一个观景台。观景台，观景台。神经病，神经病人是什么样子的？就这样子的。虽然我们脸上有皱纹，但是我们心里没有皱纹。下面流了。这是我们在接近峡湾口的地方看到的一小条瀑布，然后很快再往前，我们就会看到更多的瀑布。就在我看到越来越多的瀑布流下的时候，就开始怀疑这个瀑布是不是因为下雨造成的。临近峡湾处有一条裂谷步道，这里我觉得还是值得一来的，1个小时便可以往返。恰恰这个时候雨下的超大，还好手机不怕水，就可以记录一下。我来去一下裂谷步道。大雨太大了，这个是路过的第一个小桥，哇，这条步道超长的，不一定走得完了，下雨天实在是太难受了，好像得1-2个小时，那咱就走会儿就，我们浅尝即止就好了。哦，又一条，听听这声音。这个雨衣是在这里当地买的，5块纽币一只。然后一跑它就经常容易掉，感觉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用。这个时候看出 Gore-Tex 的重要性了。为什么我没有一件 Gore-Tex？ 下雨天关了可能。哦。这里要是不下雨应该会真的很不错吧。可惜呀、啊、可惜。哇靠，我们绕路绕过来了。耶、福德峡湾，不行不行，快去擦一下，我给你擦一下。狼狈呀、啊！我们以为下大雨了、啊，这要是赶在好天时候，真是。不是我们哎，手机都这也不错，手机上写的嘛，各有利弊。笑出了眼泪。看到这个停车场了吗？就在峡湾的入口处，沿着这里仅有的一条路一直走到头，你不会错过的，只会看到了米尔福德峡湾。这里太美了，这是哪里？这是米尔福德峡湾，我们来了。最近一来峡湾就下雨，一来峡湾就下雨。还有上次我们去的山腰精灵峡湾也是，好大的雨。啊，那个是雪，那个是雪。这里在雨中的米尔福德看上去好像是黑白的，就像一幅中国的山水画一样。我的技术有限，拍不出那种我站在眼前的复杂而又简单的氛围感，感觉上就像站在一幅有声音的画里。
这里太美了，拍不出来，不是一般的。对，这里好不上镜的感觉，眼睛都不够用了。不然你失去了什么就会得到什么，就是我们不知道它晴天的时候是什么样子，而且如果没有今天的暴雨，就不会有我们刚才那个360度没有死角的瀑布，那真的是太壮观了，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多瀑布。你说要是没有这么大的雨，会有这么多条瀑布吗？我告诉你们啊，我们一走这些瀑布就消失了。哎，就因为我们来才有这些瀑布，明白了吧？哎，嗯，我们一走这瀑布全消失了，尼尔福德峡湾就没有瀑布了。美女歌唱家们，再一展歌喉。虽然有雨天的寂寞，阴霾的天地，但是我们有爽朗的心情。快9个小时的往返路程，就为了峡湾的这一瞥。但突如其来的大雨跟坏天气，并没有教坏大家的心情，反而每个人都仿佛变成了孩子一样，我们几乎全身都湿透了，袜子也湿透了。大家反而因为眼前的绝景而感到快乐。我想可能因为大家都坚信着，无论在哪里，无论干什么，只要我们身边的人对，我们的生活走向永远都在迎着光。明明是我在带着你们玩，但却感谢你们给了我这么美好的一段旅行。这能不能行？这是那 Kiwi 吗？是。哦，在这里看到了新西兰国鸟 Kiwi。哦，哪儿了？第一次见。走地鸡。